刚刚宇轩在拿的时候很犹豫。要拿吗？越削越毒的感觉。这题他说 P 是边形 ABC 中角 A 与角 C 为对角，然后角 A 是 X 加4度，角 C 是 4X 减20度，然后他问角 B 等于多少，因为它是平行四边形，所以对角会相等，所以 X 加。画个图好不好？画个图。左边是哪个白痴？给我踩一个三角板的。那对角是相等的，所以 x 加四会等于四 x 减二十，然后把 x 丢过来变三 x， 把二十丢过去变二十四，所以同除以三 x 等于八，所以角 a 不角一就会等于十二，然后。角二的话，因为零角互补，所以一百八十减。角一是谁啊？为什么？写错了。所以角 B 是168度。请问同学还有问题吗？谢谢大家。